耶、yeah, ！欢迎台湾的妈妈与三个小朋友。今天是九州第几天？第九天。第九天，来密岛一日游。听说很漂亮。听说，今天希望不要下雨。对，应该不会下雨吧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下雨了。从那么远的地方来，真的真的。然后今天要去吃牡蛎小屋，对，冬天限定。先去樱井神社，我们要走大门口。然后梅花都开了，很漂亮。梅花都开了，很漂亮啊。对啊，神社里面好像也有。然后可以漱口，就是把那个水倒到左手上面，然后喝一口进去，然后吐掉，吐在下面。先试试看，别人在上面啊，你没有讲，我们都不走。然后要小心哦，烤一下子之后，它等一下会一直喷，然后有时候会爆爆。大家都在吗？还满哦，因为很花时间。有哦有哦，这里可以吃拉面。好，一，等一下等一下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